要洗澡吗？事情真没好。可以啊。罗马帝国是在对外接近外交人员的第一个地方啊。我先给你们。这个要带笔记本。到最后忘记了。比较不会觉得说，我觉得这里好。看谁做的多。看你要站在什么位置，当然那个方向不一样，对不对哈？罗马呢，一共有七个小山丘，大大小小，有七个国王，其中有一个国王呢，就是罗马了，就是罗马帝国时代的双胞胎，一个叫做瑞摩，这两个双胞胎呢，被他的叔叔呢，因为政治上的斗钱，将这两个双胞胎呢，放在一个小篮子里面，放在一个小篮子里面呢。丢到台玻璃盒里面，下面要让这两个小双胞胎呢淹死。结果那一天呢，刚好水涨起来，我丢到无花果的树根上，长大了以后呢，这两个双胞胎吵架，在什么地方呢？开始分财产，在罗马其中一个小山丘叫做阿文蒂诺那边分财产，其中呢，罗马呢打胜的瑞摩，罗马的罗摩呢避免的，这也是罗马。Dai, te lo mandi. Guarda. Sì, adesso la facciamo. Vada in alto, magari che si vede giù. Vieni.
还有两千点，今年是两千点，所以我们要进入圣彼得的圣彼得。下面呢有走道，好、哦、有走道，好、哦，就了他说，他说凡是天主教徒呢，在抓的话呢，哈，都抓来这边跟禽兽斗，跟谁斗？跟狮子。对，这边呢，我们亚洲人都要跟他翻成中文的意义。他说以前的人没有娱乐节目，罗马帝国在哪里有什么？下面应该是跟那个一样，看看。对对对。只是那个技术，那个是。其实没有紧张。
早晚都要吃配的，然后做健康，然后去地方观光，然后再来到会议室观光，然后再去医院，然后是那样的，然后这样子有权利。Thank you.